the opportunity, pushing to the Yarrow River within a month. 不能取消我暂时霸权的番号，前线的将士们，他们对得起这个番号。飞虎山的石头，能为咱们证明？就算是本师胆儿，铁定能死守飞虎山。出发！两大洋，两大洋，你少给我在这儿捧捧巴巴的，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，我们做不到。霸权的命令面前，从来不会说不。 我只用一句话：坚决完成任务。三十八军万岁！我们是第一次整歼制的，缴获了敌人的机械化装备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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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！兄弟们，这赶紧撤！坏了！彭总，等会儿。 这是我这辈子接的最简单的电报啊！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任何的要求，难道你不困难吗？有困难，但是我提了有什么用呢？粮草、弹药、人员，你也没有，你还能顶几天？ 到奉命撤退的那一天，通通放平了，停下强攻，给我们跑路了，管用！打！I thought we'd see a battle here. It doesn't seem so. But not with your handwritten plan. But I will achieve my plan by any means necessary. 我们现在不能再继续难过了。再继续难过下去，我们就会全军覆没。全军覆没。对。直接发给副中兵死守，也要守住15天，至少15天。 敌人疯狂地投掝燃烧弹，军装都给烧烂了，战士们三天没吃东西了，所以军容不整，军威不正，请少将原谅。不，这是我见过最整齐的军容，最盛大的军备。黄军官，干嘛？你去东线援军捣什么乱？参谋长，给我个机会吧，我个头上、目标上。 能干了这事儿，好巧的，去吧。是。